我找着了，怎么了？被黑保啊，被赵志明叫那个副书记，跟那个镇那个镇长、副镇长杨斌，招黑保安把你兄弟给打了，被李雪峰给抓了。他说我打完了人跑了，人跑了，派出所警察一直在现场，我们要求抓这个黑保安，还有那个镇长，他不去抓镇长，黑保安，然后那不露面，给我弟打伤了，这不就在现场了吗？他还说我们犯法，没人带我弟，你听着，我们犯什么法了？在我们合法的宅基地上生活，你带五六十黑保安上我们家去个胡作非为。据我说了，他不弄死我，不是他，他不弄死我，他不是他爹插出来的。你兄弟的胳膊，李雪峰的胳膊，赵志明也上手打了，那胳膊那个伤是赵志明给我弟弟造成的。他为什么不依法执法？因为他是莲花庄的副书记，张永顺应给他几套楼房，所以他不依法办事儿。这就是公务员，这就是党员。打他干就跟项目部里的，他都不出来。你说嗨，咱打伙都干了，咱老百姓有什么，趁什么？谢谢啊！张永顺也在呢。咱们老百姓是趁什么？他是，我操你妈！出来！张永顺就在指挥部，他不敢出来。这是咱们村的，那杨斌也在指挥部呢，他这看我还要掰我们队长，他说我犯法了，犯什么法了？在我的宅基地上合法生活。我操你妈！你家老太公能血压高了？我操你妈！我就这黑狗的公公妈唯一